我爱里面，I couldn't sleep with someone, but now I can sleep with you guys because I trust in you guys.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将公布你们的成绩。赞多，你获得的是第几名呢？你的成绩我们将稍后公布，请移步台侧。Come on. 力丸，你的成绩我们将稍后公布，请移步台侧。Good. 弟子啊，小崽子，就剩你了，上。刘璋，稍后公布。啊，恭喜你获得第十五名，成功升入第三赛段，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知道吗？这个王出道位分了啊。好嘞。恭喜。于洋，哎，没事。很遗憾，这一次你止步于第二赛段，请回来。谢谢老师们，你的位置。辛苦辛苦大家，辛苦老师们，辛苦辛苦。谢谢于洋，谢谢于洋。我从今天离开创造营，我没有任何的遗憾。我针对于我哪一次的舞台，说实话，我对得起我自己，我对得起每一位创始人，我对得起每一位粉丝，我尽力了，我很开心。但是我最大的遗憾，最大的不舍得就是他们三个。我们都不想要于洋走，但是今天我看到于洋的表情，我觉得他把很多该看淡的东西看淡，把某些该抓住的东西给抓住了，所以我很欣慰。我觉得他已经有很棒的地方了，他还可以更棒，他可以变得更强，我期待变得更强的他。下面请声段学员一次发表你们的声段感言。首先我要感谢一下一直支持着我的创始人们，谢谢你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位置。我的目标更加的明确了，我不再是那个只是想来看看男团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个我了，我是那个想要冲到顶峰往更高的位置去走的那个我了。其实一下子没有太多知道该怎么说的话，但我想说，封顶就是我自己的态度，然后我的态度没有变，我还是想要达到顶峰，还是要往前走。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只要你敢给我刘璋一个舞台，我就敢告诉你我有多强。哟，我之前虽然唱过一句歌词叫这节目求我来的，但是我把时间调回去，我会求这节目让我来，就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的话，我会说无论如何都想来这个创造营，因为我会知道我会收获到这么多一帮朋友，我会收获到这么多的知识，这么多的价值观的输出，不得不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好，大家都知道创造营里有一个孤独的男人，但是从第一次公演开始，他从一个人的形单影只变成了跟队友在一起的形影不离，虽然对梦想有不同的追求，但他们是彼此在创造营里最珍贵的朋友。说的就是你，利路修，不要装看不见，装听不见是吧？我发现他跟你说，他想听懂就听懂，想听不懂他就听不懂。第二名学员王孝晨。哎呀，我记得你们之前好像不是室友，那是怎么就走到了一起呢？其实我刚开始认识利路修的时候，是因为一公的 I already I already 嘛。我觉得因为利路修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后来 Andy 离开之后，
我觉得他需要一个像我这样比较外向的朋友来陪着他。你抱了那么大个死，有点搞笑。你知道那是死人吗？你不知道？李露修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就是想感谢王小晨，因为他一直帮助我，我觉得你真的值得站在那边，我希望你今天会站在那边。哇，今天李露修主动说话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来公布你的成绩。李露修，很遗憾，但还是要说恭喜你，第21名，请前往你的位置。来吧，闺女。很遗憾，我们需要恭喜你。该来的还是要来的。是的，回家。很遗憾啊。他刚才说很遗憾的时候，他是。我们相聚了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。王孝成，很遗憾，这一次你是捕鱼第二赛段，请回到你的位置，谢谢。加油，王孝成。我想再说一次感谢我的好朋友王孝成，然后关于我的位置，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则，我今天是赢了，但是。对我来说，我又一次输了，因为我真的不想成团。然后我的梦想是，我想做设计，有自由，然后自己做模特。但是我感谢真的喜欢我的人，因为我真的没想到我会又站在这里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李露修。下一个要公布成绩的宿舍，201宿舍，紧急大祥，请出列。佐藤永祥，请出列。一只赖飞鸟，起飞吧，请出列。起飞。接下来我将宣布你们的成绩。紧急大祥，恭喜你获得12名，成功升入第3赛段。谢谢，请前往属于你的位置。恭喜你，恭喜，恭喜，谢谢，向哥哥，向哥哥，哎呀，向哥哥。一只赖飞鸟，佐藤永祥，很遗憾。这一次你们止步于第二赛段，请回到你原来的位置，谢谢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赖赖。